下面是张波先生的弟子杨传山先生和弟子和爱好者来表演太极拳推手，请曹金龙先生准备。十年前献丑，我没准备表演，简老师硬给我们推上了。欢迎大家，欢迎啊！现在上场的是杨传山先生和弟子，他是战波先生的弟子，战波先生是修培勋先生的弟子，修培勋先生和杨雨婷先生是师兄弟。是吴氏太极拳的著名的宗师，大家看得出来，他们是二人是互有这个发放。这个太极拳推手讲究拼劲儿，拼劲儿就是拳重拳齐轻重的意思，在推手当中，其实为了侦察对方的情况，听之于心，凝之于耳，行之于气，运之于手，所以说以心行意，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听而后发。